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戒夜堕戒难得闻，今已无量寂时节，不作受持亦如是，不作修行者。四佛律比丘尼超，我们接下来到说戒篇哈、说戒篇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了，等于跟行智超对比一下，复习一下而已啊。先看补充材料发的那张纸，20页，在行智超知识记第11卷里面讲这个说戒篇，戒是本受法体，量等成沙，从缘举要，起列250为持犯西进，使摄修之意，然恐误勤懈怠，不自顶勤故。黑白两半必及一处，做法宣告，素食因人行己，自行约心，就是半月半月诵戒对照一下，然使自己改过自新。虽管略两书，诵戒有管诵有略诵，身别三位，有世人以善的声诵法，以及二三人和一人，二三人为小众，一人一个人心念会，所以这里分三位，一人统摄无非进行。总而言之，无论是生是别，讲的都是进行，使自己所受的戒更加清净，所以叫说戒。在尼超当中，这里分成6点来说明。尼超比较简略，具体形式还是要依形式抄，要不然做不来。他衔接上说的不够清楚明白，所以时节先看时间，时间是哪一天诵戒呢？因为他这里也没有具体说哪一天，他比较笼统说3天都可以。那么我们看看上大部当中是怎么讲的哈。知识记，行思超知识记以四分律里说，3日说戒，所谓3日就是14日、15日、16日，又云不杀日应说。正确的不杀日，哪天是不杀日呢？引五分说，初八日、14日说法，15日不杀，那就是15日是不杀日。知识记说不杀日通含3日，就是14、15、16这3天通含。问3日谁用得否？这3天哪一天都可以，就是14、15、163天都可以吗？答事多争执，就当时在讨论上有不同的看法。
未善主义，不能完全符合祖师的意思。如为通德者，如果这三天都可以的话，在结摩书当中说呢，十四为俗说法受归，十六为难开源，有难源开十六，未可常准。未可常准，也就是十四和十六日呢，不是常准。若为止十五日者，如果是一定是十五日，十四日和十六日不可以的话，苏乃云说三皆通证，三日都可以，意思说选择一天。随用开德，必用二日，必用二日，七非有妨，七非不七非健康，何非不收？七非括弧里面哈，二阶就是开二日，定十五日，是否有妨碍呢？览书中，但恐世人常用于日。这段文看下来，只要看后面这一句就知道了哈。意欲克取十五日为定，十五为定，故别分之。所以分别来说明，至于有缘通用，不明非法。如果有缘的情形，十四或者十六也可以。正确的说，应该是十五日。那现在外面说界也有不同的时间。有人是初一，有人十六啊，就是黑半月的最后一天不说，开初一说，也有这样的。他们干脆说初一十五说戒，那么以这里所讲的，就有一点的开以遮的不一样。然后我们看文哈书本善。的三十六页，第十节有五，十节有第一个是十四、十五、十六日，这是第一个时间。第二个呢，第二个十下面加个十后，应该有个十前后，拿笔哈，二。十下面加个前字，前后的前，前后十前后，僧祇利的二十七卷云：十前易得不杀，十前易得不杀，而不得晨起不杀，就早晨一早起来不杀是不可以，上午也是可以的。若晨起不杀要得罪，以后来比丘尼不闻故，僧祇。前论的第六件云：云何不杀？为舍诸恶不善法，正得白法究竟防恨，又半月自观犯已不换，清净僧口名不杀。这是不杀的意义。第三，落昼落夜亦得说戒，白天或者晚上都可以说戒。后面两种这里没有解释啊。第四是落。增减，五是非时，下二息故不速。增减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学过有没有印象？什么叫增减呢？增说戒，减说戒。看补充材料，释文说，为外界斗争比丘来，佛令增减说戒，就是。这些比丘来了，使得是僧团的不和合，说戒说不成的情形。若知与十四来，十四日来，十三日前说；若十五日来，十四前，这就是只提前说了，简的意思啊。如果他已经入戒了，当令入狱。他已经进入大戒，怎么办呢？让他去洗澡去啊，在浴室洗。界内比丘出界而说，若不得者，如果是不行出去这情形呢，白僧应经不得说，后十五日单说，就拖延半个月，又不去再增加半个月，说不成了，再半个月就等于一个月了。
若不去强和合，这样就不行，就强和合说戒，这是增减。会时呢，行识抄当中引的四分说，斗争来久不得说戒，已经在僧堂当中斗争的事情不能和合啊，怎么办呢？就经长和合，长时和合，须非时，就哪一天和合，哪一天呢说戒，就是随何日争灭，今日何说，以生具六合，借鉴立身口意等，今不同借鉴这五生意，不合不成和合清净身法。最近好像有一位什么法师在网上发的是说，这个某大德因为讲的只要是团体都叫僧团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。说居士也叫六合，居士也有身口意啊，那么戒戒律他们也受三规五戒啊，见解等等一样，他们也叫六合。这就有烂以生的和合意，有烂以生的和合意，你们这里看就明白了。生和合是什么？它必须有戒有戒，这个戒指的是比丘尼戒，而不是指的是五戒而已啊。因为五戒本身它就是不具足的，有少分的，有多分的，这不一样。那见解是一样的，在解脱道善的见解是必须一样，这样呢才是属于和合哈。他就说，经不同见计，这无生意，看见吗？就没有生的，生的意思是和合啊。那么不是所有团体都叫和合，这有滥以生的和合意思啊。所以半月说戒，它是在以极深和合，这是表这么一个法至关重要。如果说不做当白的做法的，这都不成说戒的，那是就处于有难的情形啊，那都来不及做当白呢。那是开源。那佛也说啊，随说戒法在，怎么样？正法在。说戒法还在，那么说明正法还在，就说明说戒是至关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是和合生和合一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前面讲的时间是三天选择十五，如果有特殊情形可以提前或者推后一天啊。那么还有一个呢是非时，有不和合的情形，非时或增减都可以，白天或者是晚上都能说戒。早上一大早起来是不可以，最好是这个稍后一点啊，当然是下午或者晚上会更好一点。第二，缘集者五分云，五分的第十八卷，不杀不食集，就是不杀，什么时间不杀呢？它有个确定一个时间比较好的，所谓的不食集，就是上午集、中午集、下午集、晚上集，不知道，使得影响大众用功修行的情形。就是凡修道啊，凡行道，佛令坐时节，使知事为挪，晨起白身，早晨起来要白身。到大致身听，经白月某日或者黑夜某日，这个叠不能两个同时叠哈，不能叠经白月某日，经黑夜某日，这不就乱了啊？它只能白月或者是黑月。众生和合在某时某处说戒，白僧令之，这尼超的文是白僧令之，应该是白如是。一说便得，今使身尼轻使戒法，多在夜暗说戒，制定后生威仪不散。当时也没有这么好的灯光啊，因为比较暗，使得比丘就挥法或者有别众的情形，我这里后面强调。接下来第三点是仪式，今使一门齿力不足，捐起诸部补缺。有四文律，有些文不够具足啊。此律云三十五卷，出在三十五卷，至于至说戒日，
若至说戒日，善作应持诸尼、沙弥尼等，使少傻佛塔僧院高下处，令尼至平正。过去这个环境条件可能也没那么好啊，有些坑坑洼洼、泥土不整啊，先得把它弄整了。看说戒在什么地方，人多，过去通常都在露天的地方啊。傍住明发五商坛，明香滩一二同余，今时多用石器。当时唐代有用石器来钻这个香滩呢，发等。他说等陈滩此非深善之意，应该有专门用的东西哈。冬月无发可得者，没有发，现在就不存在了，四季都有花。朱珍彩发易得，平阴寺最早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鲜花人家供养，山上也没有花，就剪那个纸啊，纸把这破纸簪就五颜六色的把它剪成碎末，然后撒的，有曾经有做过这样的事，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。说戒当遍布其席，即门线外亦铺其席，拟托学礼。过去比较脏啊，比较斜，托在门口外面也铺上。若明中即身，这个时候明中即身呢，不减沙弥尼等，必来露坛受酬。以此例续开沙弥尼得听，落于余部不得者多。这什么意思呢？释文律允许小众一直听到这个说戒续完，就是死生即有和合，未受具戒者出，才遣未受具戒者出。五分升旗十诵都是提前，提前还没有诵续就把小众遣出去了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若依诸部不得者多，就不得听续者多。十诵云，十诵的三十九卷呢，行朝者为谭月问，为什么要行朝呢？因为有谭月问僧，不知道这个人数到底是多少啊，他僧不知头数，佛令行朝，不知沙弥数亦令行朝。那有人就说了，那直接数人头不就完了，干嘛行朝呢？这是一个法，一个法。那他们下面还有念这个金刚窝结的愁啊，是一个生法这么做，都这样。那比如说早晨起来就按电铃就完了嘛，干嘛还打板打钟打鼓嘞，对吧？这个一个传统的生法应该保留哈。若人施不杀物，如果有人供养不杀物呢，就是不杀的说戒的装用的东西呢，沙弥亦得取分，虽不往不杀结魔处，因为他不参加结魔嘛，应受酬故亦得分。他因为受酬，因为现身相了嘛。四分律的四十卷，未受供行酬，未受供行酬，这通沙弥。这句文交代说，下众应该是可以的，下面尼下两众也是相同。下面说一下愁，愁极短，并无子，极缠一着，极粗不过小子，极细不减柱，通那个竹字头，底下做个褶子。做个褶子念那个柱，就是筷子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哈。就是缠短大小要有一定的要求规格。出入堂时偏袒右肩，脱去歇礼，合掌作礼。若恐人闹不及一一作礼，本来是一个一个拜，那这样时间会拖延会乱啊，怎么办呢？但俯身侧入意识就是俯身静就是这叫行朝里面有入堂公社。
净速见生尼，即至俗家斋善生尼，在传善礼佛，在传善礼佛就不恭敬啊。寻讨一切经历，即问西域诸德，并无此理，直是怠惰安身，不存敬意，反遭智累啊！何曾密福？那礼佛嘛，这个求得福德、啊，这样反而产生罪过，不可以在传座上礼。汝成拜君，就拜君王呢、啊，取得居传呢，人王上自不许，法王宁容这开，就是拜佛更应该恭敬，人王倒不允许在一个座上传座上拜。故《商迁威仪经》里面讲的，比丘不得坐善坐礼，不可以在坐善坐礼。那么这个倪超就没有交代清楚，前面应该有一个极深传中极深，先是像我们每次极深说的是降伏摩利耶，先这个，然后接下来入堂公社极完了。持戒清净如满月，身口皎洁无瑕，为大众和合无为争，尔乃可得通不杀。说即于各依次坐，说完了，然后依次坐。这个按照行智超还没有坐，他这里讲的依次坐。那我们之前有做这个当白忏悔先做了，这里他讲的是这个说完句子就做了。年少尼起行相贪敬随众大师令五商呢，就是多少人多一些行可能会快一点的助行，行时呢各须偏袒右肩脱去歇离即修威仪。这个地方呢有些争议是什么呢？上面进堂的时候，进说戒堂的时候，上面不是说偏袒右肩就是右边啊，我们这个右手边的书本呢第二行不是吗，先偏袒右肩托格里合掌，是不是？那有人说了，入坛的时候偏袒右肩，之后呢又把右肩扶起来负肩了，到这个地方呢再来偏袒右肩，是不是这样？应该不是这样。他强调说之前进坛就要偏袒右肩，在这个地方行事的时候呢还强调说不能负肩，应该要这样。前面鞋已经脱了，你说到这里又脱鞋怎么脱法？是不是要出门口再把鞋穿进来然后再脱，是吧？这文有点不顺了。那有人就这样曾经有这么做过说过，说进坛的时候偏袒右肩，然后之后呢又把他右肩负肩，然后在这个时候再来偏袒右肩，这就弄了有人大家有点糊涂了，不知道怎么弄了。前面已经进坛的鞋脱了，那这个时候又这样脱鞋怎么办？他强调说是不是鞋有人没脱干净，有人把鞋穿进来了，这个时候强调说把鞋脱了啊，那么或者说之前有人还没有偏袒右肩，再强调说行事之后还要偏袒右肩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为挪先取香摊洗手欲愁至打尽处，为挪治愈易得，为挪自本来是为挪自愈啊。那么这个经时多死善作，又叫善作治愈，此非敬意，他说这不成敬意。但欲愁时呢，身各自说句乱甚深急，凡乎众和相当欲尽愁菩萨度众生，说是既已令年少尼行相当净水，先行净水，兼行这个净金，失手令干正成香水时，底下又说句。这在倪超就没有说，在行事超拿毛巾都有规定，对吧？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有没有这样？他这里就没有说，所以没有按照行事超这个就做不来了。后说句，这是各自说，这个地方是各自说。八功德水净诸尘，光感七垢之污染，知识境界无邪犯，一切众生亦如是，行香贪也是如是，也是各自说。
我发现很多师父后到后面的都不说，都不说，有的是默说，他这里要说的，这是个身法，说一下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嘛，啊。香水，哎，香水熏沐受足够法身，记住五闻中般若人照清雪多满，行深同位法皆融。沉香贪食不得，强调行操里面也有讲，有人拿去漱口，他说这人不能漱口，当时有这样的事情，这里在强调，所以说这个人素见故别记标记。为挪一筹以后，一五手执锤自打进处，徐反打一下一，这你看这个地方反而交代很清楚，徐反的打一下，安手犯锤或者叫地下犯锤，勿令作声，打完一下把那个锤放下来，不要有声音作响，这个倒是交代清楚哈。然后呢再忏，大使僧听，众中水小，小者收护。收护就是收拾重具，把这刚才行的形式的重具收一下，而且呢还有肩负法事的意思，在行持操之日记里面有这么讲的。那么再打一锤，他这里没有讲哈，因为再打一锤，大子生听，外有清净大沙门路。有人问外面清净大沙门路到底是谁啊，到底是谁，到底是谁，不是参禅啊，嗯，念佛是谁，到底是谁，清净大沙门路到底是谁，学过了吧，应该记得哈。有人说，过去有人说指的是冰头颅，但是祖师的怎么说，祖师说准律恐不及者更相剪脚，这是出在行抄里面的哈。准律恐不及，恐怕外面还有人没急，赶紧招呼一下让他赶紧进来啊，所以说做这个要做法了啊，命呢外面有不来的人干净，他这里是布局，布局贤圣，圣和贤都急。那么后面还说明说呢，里根的肩凡以及薄地，凡夫薄地都一同急事，然后凡夫身薄地的凡夫身都一同急来，贤圣也一起急的意思。和外面有清净的，如果破戒的破根本的他来不来没关系，无烦，所以这里要必须要是清净的，清净得说戒一起来。不极限是什么圣人哈，大家记得以后有人问你又不能忘记了，有人学过了还问这个说外面大沙门到底是谁呀，就是怕还有没有急来的赶紧招呼一下一同再来，立马要做法了。大僧听，众中小者以受护，外清净大沙门路，内外寂静无作难事，堪可行筹管作不杀。我某甲比丘尼，为僧行筹作不杀事，僧当一心念作不杀，厌善中下作歌赤敌如法受筹。他这里还缺了一句，缺一句什么句，并受主受人筹，他这里没有，所以就你观看泥潮还是不够的。三说好，然后这接下来是他尼沙弥尼等不需唱出，他这里还再强调一下，这个时候不要让他出去，还等呢说戒续以后再出，因为五分十诵升起提前浅的缘故，这里再强调。说尽为挪来自善作前，常跪受酬以善作即宴行，常跪合掌，其他人也跟着常跪合掌，一切僧亦随善作仪式，正取酬时当说句，正在取酬的说句哈，每个人都应该说金刚无碍解脱槽，难得难易如金果，我今来犯一受，一切众生亦如是，
收完了凡愁，有个人收愁，他又说具足清净受子愁，具足清净防子愁，坚固习舍无切犯，一切众生欲如是，说以即复与他，就收愁的人防复本座。这个地方也跟行持操有略有不同，尼超说受完了就复本座了，我们现在差不多按照尼超的来复本座，按行持操一直跪在那里，跪到行持完才坐下去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受不了了，一直跪在那儿不行的喽。如是辗转至大尼气为挪来自打净处收筹，复一善作数，就是数数啊。为挪至数亦得，为挪数也可以。我们现在在行操之之际里面叫收者告数礼义通德，看见吗？那有人说那不为挪数不善作数吗？怎么现在都是收筹的人数呢？有文啊，行操之之际里面有收者告数礼义通德，这里面有，我补上去哈。所以在告云，因为省时间呢，收的人直接数了嘛。大子僧听赤行斯叉尼或者沙弥尼愁，如果说他是别集不同在大僧一起集的话，那么他在小众那里行，行完把愁送来，然后加上去叠数就可以，也可以啊。上所以晚是他你等所行气收取，复以善作数尽，为挪总取凡至打尽处，本来要打一下。立唱云：大子僧听此一住处，一说戒比丘尼若干是他尼若干沙弥尼若干，因为他们多一个小众。都和若干各清净出家和合说戒，善顺佛教众包持人下为寒士，各诵经众清净妙计。那下面这他以为有个说明，众生一时合掌说清净如满业，清净得菩萨，身口业清净而乃应菩萨。这是出在僧祇利的文26卷里面哈。彼为挪举愁已，至善作前三拜已，三拜已行事超只是说具足威仪就可以，到善作具足威仪，白善作云，白善作云是说什么众生和合请大子为众诵律，这个跟行事超有点不一样。行事超我们说什么呢？大德慈悲为僧说戒，他这个地方是这么说的啊。若善作智说者，语音持说戒法正当某甲说，某甲智诵为挪依善作仪，即须唱之，就是称之为请善作僧作说法。若持不康者，告于此说戒任当某甲，但为智生老弱，言辞逢恶。这跟超文有点不一样，行事超里面说老病言辞混沌，恐恼众生呢，这个它有点不一样而已，这也无妨哈。恐言辞恼生，更为请众中能诵者说。这个是疫情好了，如果不能他疫情好了，临时到哪里去请啊？不可以的啊。为挪更礼一拜，这一超没有这一句话，超没有这一句话，他多了一句啊，当起至第二善座前，如果上座不堪的，应该说令次座说，凡一前问无益，说大的慈悲为僧说戒啊，这样的啊。三座问答可疑大于令，要讲大声一点，就是这样啊，令众闻之不得，却身相身不散。若第二上座不康者，只请能诵不劳辗转，一说次座不能，那直接就去请
请说界人说了，他不要一直往下，他就有无穷过哈。故生其力的34卷里面讲，若善作，若次作应诵，不能者猜，能诵者诵。若猜得了，某人这个允许也同意去说界啊。大智生听，生猜律是某甲未生诵戒，本来未生诵律，他是诵戒。梵音某甲律师生高坐，这句话最近也有师父法师们去研究，说这句话有点问题啊。什么问题呢？他说讨要里面也好，简真记当中也好，律院四规也提到，那么真修教范清规里面都提到，这几本书，这个南山也没有直接传承他们的思想啊，哪怕弘一大师到后来也没有提到啊。这个讨要是道士啊，简真记是五代的这个景霄律师，那之后他都是属于比较晚的了，比较晚的，那元代啊，那律院四规是醒悟大师，是元代的著作。他说这句话什么问题呢？他说梵音啊，应该是另外一个人，梵音某甲是另外一个人。那么说某甲底下弘一大师有个圈个点，有没有？啊，梵音某甲有没有有一个标点？就是这个本子哈，这个本子比较明显。说你们其他本子有没有点不知道。他应该这么念啊，大智生听，我们的比丘的大智生听，生差律师某甲未生诵律，梵音某甲就相当于维罗，维罗自念自己的名称，然后呢律师生高坐，这多少文有点不顺。你不信看看行事抄也好了，这个节目书啊，以及严照律师对这一句话都没有做任何的说明，所以我们暂时不改动的啊，那只是做参考。他说这个真修律院清规当中说，这个义先要请一个梵音律师，梵音就是相当于维罗，义请，因为我们维罗都是义请的。然后呢赠送戒的时候，他说这个是维罗在行事，他要把维罗的音叠进去。但是这念起来我觉得多少有点不顺。那我们现在都理解为梵音就是送戒那个人啊，律师某甲生高坐是这样。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以后研究到这方面呢，可以看一下。不过我觉得说宣祖没讲。严照律师也没讲，弘一大师只点个标点，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。那其他有其他的见解，但是在律文当中，这一句请差人说戒的请文都没有查到啊。你们如果有看到，告诉我啊，我没看到，他只是说说戒令要。令善作说，次作说，不能者生猜说戒。如果不能善作次作不能说，只是说生猜说戒。生猜说戒到底去那里要怎么个猜法，怎么个请法，这文都不是很明了啊。你们如果看到告诉我，我还没看到这样。这句话呢，可能就是出在南山祖师的文了。生计猜疑，接下来律师应起计修威仪自身，大不作具四项礼拜生疑长跪白云。我他这里直接的，我们通常这小比丘，他这就是我比丘尼某甲吉首河南净白众生生猜诵律，
上面请的是说戒，这里说应该是诵律哈。那前面那个请文，恐有错误，愿同诵者，我们应该先念什么？啊，他这里是红垂紫诵，也有一点不一样。白衣更色一拜，然后身坐。接下来呢，香水余禅围罗左右洒子。我们现在把那个前面行水，然后又倒掉再倒，这里也没有说明，行抄里面也没有说明哈、啊，就是说可能前面是洗手的，后来再去洒，可不好，后来我们就把它换了。它这里没有说，就前面行的水剩下的，回挪再去洒两边，应留中间空处，女人来玩，相发一耳，令巡行洒。撒花时各说句，上发庄严净光明，庄严宝发以为藏，上众宝发，这是出在六十法缘本、啊、第六卷里面的文，应该是撒，它原文是撒诸杂发，我们这里是宝发，应该是诸杂发，供养一切诸如来。所以维罗打尽，令小者供养，好生者犯背，叫忏。上面是说，坐背时应诵即首礼诸佛两行句，两行就是即首礼诸佛即法比丘身，金眼毗尼法令正法久住，由波离为首即身正者。经说戒要义，诸贤贤共听，这两个句诵。你看他这就比较略，这就比较略，略到什么程度？自行相说句的时候，你光看这个文，不知道怎么去做法。你我们现在都知道怎么做，自行相，你就撒完了说行相说句，生一时合掌说戒相定相戒多相。那按照形式抄这个撒发，最后撒发要切行，花合在一盘，剩下的水撒一点，然后确行完了，唱那个偈颂，确行行完了，回到岸上呢，要三年香，直香炉向善作方所富贵直。这注入香中，本来是举起来向善作方所把香插到香炉当中。有讲他都即使不向香炉上座的方所也可以，就像本尊就是像佛像前直接注入也可以，他有说要向善作方所呢把香注入当中。维摩开始说行香说句啊，戒相定相戒多相，光明来变法界，供养十方无量佛，见闻普心正寂灭。这句话说是出在法言经当中，不好找。六十没有看定文，因为当时的八十法言还不是很流行，一般是流行六十卷，八十法言稍后一点呢。那么他这个一般有人说是出在八十法言，八十法言的第五卷呢。有供养十方无量佛，有这么一句，三句你都对不上啊！你们查看到底有没有？但是不凡，只是说供养嘛啊。供养虽尽，维罗呢？仍需立住。维罗本来应该他说是葬在那里就可以哈、啊。彼戒师诵之未受具戒者，出戒师应且。止诵应该要暂时停下来，令斯叉尼沙弥尼出，斯叉尼等应具修威仪来自身前三拜仪。有人说我们这个小众出来拜三拜，你看这里有文，尼超有文三拜，常跪住取善作教示，善作当告诸斯叉尼沙弥尼等如等，他这个文跟我们不一样的啊。如等年未充，行未满，年未充就没到，因为还没沙弥他们，沙弥尼还没到，要行两年这个
是他泥邪界叫年未未通，行未满，他们两年还没满，不堪进入结魔身术同听说戒，待至年冲行满受祭戒尽，然后呢得于说戒，如等各法各房本处静念忏诵，不得杂乱，然后方便便字改成起字，然后翻起，他们就善坐说完了，小众起来再拜一拜，依势而出。若斯他尼等别说戒坛呢，这不需，他都是另外一处，就不需要这句话这个过程了。戒师唱不来者说欲，就不来说一些清净呢，戒师维罗师说已说一语，若无说欲者，因答应此无说欲人。罗玉猜，他这个有一段了，他们猜，我问了他们尼众通常也没在这个地方猜，他们是提前猜，然后这个是补在里面，有猜请教界的人。罗玉猜教授尼使者戒师且待身猜死，然后问何，他也还问何的，上面是说戒的事情呢，这个是拆结魔。第四点，拆时见论的第五十五卷，初为女人顿根故，静听泥往泥僧往身世受教，泥众全部到比丘身当中去受教。后为人积贤的缘故呢，生往泥世教界。哦，往尼僧去教戒，当于说戒日即身即时，数欲问僧云：“僧今何所作为？”应该是差求教授人结魔。底下是尼众的白二差，我们就不看他了啊。这个是尼众做的，我们也做不上。此力绝魔差一人以至外口差二人为伴往身中，原文是二商人，应该是二商人，这是出在四分力的二十九卷里面啊。二商人为伴，因为不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，他们坐车过去走路啊，多几个人会安全一点的意思。四分二十九卷，十诵律的四十一卷，尼落主者应主主人身无病有智慧明戒律者，要猜这样的人才可以，不稀里糊涂的去啊。大僧以布刹日应欲猜一人，你受尼主人房前设一独坐船，尼落来时应佛殿前立。这个之前应该要白尼众要白身，这里没有讲尼禄寺院先要白禄才可以，要观察他具足威仪，不具足威仪还不让他禄。仪身见者是尼主教授人处，此尼至凡前比丘亦传座仪，将亦比丘为伴，一个座一个为伴，使你礼三拜以去身合掌，这个我们都比较熟悉，经常在做。大的一心念，这是比丘尼在说哈，某是比丘尼和某是尼众和半夜顶礼比丘身足，求教授尼人三说。比丘受尼足矣，语言今夜说戒时，未知请众生，未知有否。通常有，如果说晚上诵戒，他上午来，那下午如果有德的比丘来，他就不知道了。所以这为什么没有告诉他呢？我怕有人来呀、啊。然后尼众呢，为欲别请为身世请，随你
所答为禽，亦告明日找来，问其可否，使你答云儿，更是一拜便归。这一个过程啊，然后身其力得三四九件，泥路身世单在门屋下先白比丘。你看他这里讲之前应该就讲先看可不可以，可以让他录，不可以不让他录。比丘但量仪得所，若泥闲散至这个路字改成幼字，亦至幼无事，就是从来都没有不多事的人，如果多事可以啊，不让他进。着衣服具者听路，就衣服穿的具足，赤身裸体啊，穿个裙子啦、什么的都不让他进来。房子不听，你明日来时如前为一，跟前面请法的意思一样。昨夜即生之时，既传所请，无有教戒泥人，又无善说法者。虽然善若有赤，与诸泥众单勤精进，如瓦行道，谨慎莫犯意，使泥合掌顶戴受，便礼而退。至本寺时，就尼众回去了，差事的比丘回去，继续明中即身，不来者说语，尼皆来及堂内依次立住。所差尼呢，至善座头，他家站在善座头，相当于什么呢？圣旨一样在，因为比丘一句话在那里，他就必须站在前面，打净说白云。大子僧听，身差比丘尼某甲往比丘身中请教授尼人，而身无教授尼人，又无善说法者。虽然善作有教授尼众，单行精进，如瓦修道，谨慎莫犯意，诸尼众等一时合掌说顶戴词。初五分律十诵立生其立，十五分律是二十九卷啊，十诵律是47卷，僧祇律是30件，今时多行此列法，唐代就行列法，没有行管，有管法难故不出。四分律的29卷呢，此律若比丘生净病，应遣信行礼拜问信，就你应该是做这样的事。若别众不满，若别众或者众不满的情形，一前问讯。若生泥生病，众不满也应该要去问讯比丘。亦云若泥生泥各5人以善，众中20下，就是比丘必须要这个满呐、要5人以上才可以。如果差一个人嘛，他还有四个神成生啊。那么僧当中必须有20下的德行，持广列二法。僧若不足，僧数不足，蜡不具足，但应礼拜问信，通常叫礼足便罢。是说戒师云：身经何所作为？大说戒解魔。现在导先被拆完了，现在接下来又问说身经何，就是导为要做说戒解魔。在下面小字说：今时嘞，多有答应不杀说戒，应该在做结魔法，你必须要做说什么结魔才可以啊？此答不通结魔，两恐非法，应该说的是说戒结魔。戒师带维挪坐椅，这问完了，送戒的人呢要等一下，等维挪师回到他自己的本位去才可以，然后坐白。以为坐时呢，便有坐力不同啊，岂非别众等过？若说戒尽，维挪明中山下，使外人知，就是小众知道啊。说戒尽时，梵师送律序下句坐背椅，
你看他上面我们说请说戒师说那个梵音某甲说是为挪，那这个地方呢诵这个地方讲的是十梵师诵律序，梵师就是梵音的诵戒者送到后面那个文呢啊，那么诵完了以后底下要作背。或者是这个维罗师啊，唱这个句颂啊，神仙五天人照射以咒熟，未比惭愧者射诸不惭愧，如来立境界半夜半夜说，以说戒利益替手礼诸佛。这是前面两句是举世间的譬喻。神天有五通啊，他能够造种种咒术，他念那个咒术有种种的作用。那佛立戒呢，也是为了那些惭愧和不惭愧的，不惭愧的他让他能够忏悔啊。那如来戒境界呢，半夜半夜说和上面的譬喻是一样的啊。那么下面两句是回向归敬。前论的第六戒说不得做半辈，做半辈就是指诵前面四句叫半辈，做半辈者即罗，就不具足啊。若不解前辈，做处世界辈亦得。所以这个文呢，如果的你不看行识抄不知道这啥意思。处世界就是自知的时候不就处世界如虚空吗？有那个句诵，如莲花不着水，心清净抄一笔啊，稽首礼无善尊。他说没有说这个，说这个偈颂也可以也得。不劳更作如来辈，他不需要再做如来。如来辈是什么的？如来妙色身，世间无一等。有没有这个偈颂？他说不需要再诵这个，诵前面那个就可以了。戒说下戒师下座椅，自身中礼谢银小比丘尼某甲洗手河南境界众生身差诵律三业不勤，多有我们是多有忘事，他的多有传错，愿众慈悲不失欢喜。说这个说完了，众生呢更说自信记着出是第一块。文化奋行安允快，安允就是生死的安允，离二死的缘故是安允。大众和合即灭快，大众和合有是和和理和啊，同理平等的意思。那么外环通常以是和，那出国以善通常是说是理和。众生离苦解脱快，那我们说的是什么快？安乐快啊，那你不注意反正都一样，都有一个快就好了，四快啊。诸国诸子提一块，看见干活跑得快，有人是这么讲的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他们还窍门还加了一个俱舍论，说的是诸国出世乐，说正法亦乐，大众和乐，寂聚出家乐。其实这个不说，行识抄里面也没有这个句诵，有点不太一样啊。然后唱三归善，你看行识抄没有唱三归，说什么前面那个四块说完了就完了就散了。我们现在是参考这个泥抄啊，如果是现在的话就不加了，现在已经加善的就加上吧，也三归一也没有什么过失，都是善法增上嘛。好，亦由诸大德说戒尽善作为不杀咒怨任情所依啊。当时无正文，他后边有说一些诸愿的法，他是说律里面没有这样的文而已啊。那么第五点，客就有客人来，就是客比丘或者客比丘尼来，应该怎么办？问戒外客尼欲得闻戒得入仪否，可不可以进入呢？答此律三十六卷里面哈，客就中开听，若客尼入时至说戒处，就这个行抄都说得很清楚啊，都有客人来看你说到哪里，看到他人来的多少，一个是送戒送到哪个地方，
送到前面序文，他直接进来就告清净就完了。如果客人多的情形，还要重送他呢啊，不得先到余凡，恐破他所戒，是不是？来了直接到说戒坛，不能去先去凡间，恐怕有别众。为送续忏中清净以来，忏清净否以底下加个以来，以不用现在的以后那个以啊，就是透视不透几半透，就是以那个以啊。客身随侍入座礼仪，一行坐听啊，一时一然后就听戒就完了。送戒师呢，若见客来，即须止诵，不止者，尼客可以喝，让他停，待客尼坐椅，依次为诵。若送戒戏已经已送完了，乃至说戒尽了，当入身中，三向礼身长跪。一人告清净云：大慈僧听，比丘尼某甲等若干人并清净，告于依次啊，戒师依次加底下加个次子，依次说：若不清净者，一告别。大慈僧听，比丘尼某甲犯某罪，未逼说戒，未得忏悔，后当如法忏悔。所以依前注文续次为说，前面停下来，然后让他说完，说完了以后呢，接下去再说。若客尼来多及等者多了，就是超过原来的大众或者相等，众说戒期呢，皆令主人从头更诵，不诵者加法制，这就要得罪的意思。现在这种情况也比较少，提前来肯定会知道的啊。律三十六件等多更为说，等多就是相等或者超过再说。问说戒师至半不说欲得起去否？就说戒师说了一半不说欲可以吗？有言希说欲得去，应该说欲。但虽然结魔法完了去了，他意思说还要说一下子。若众中无能诵得戒者呢，至不杀日依前窝仪直差一人说法诵经，诸底下加个鱼字，鱼多余的鱼，鱼教戒等便散，都诵不了戒，要不其他诵经也可以。母论的第二卷说：若顿根无知不得救，于是说下至说一句啊，应该实在说不了顿根，应该说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致尽其一世之活教，何难慎重？如是作已，翻得善去，不得不说，不合就是不得的意思，不得不说，这样的事要说。若与说戒作善亦得罪责，或者想着自己犯罪了，即须心念发怒，恐怕影响时间呢。我比丘尼某甲犯某罪，待说戒尽呢，当如法忏。作如是语，便得听戒。若犯有疑者，应言：如果有对犯有疑的情形呢？比丘尼，我某事有疑，待说戒尽，当绝了，绝了以后再忏。若于未说戒，亦得罪，应说字改成应先忏啊，应先忏于翻得闻戒法。说改成先应先忏语，大家坚持一下，我们把后面这一段看完了啊。略说戒，此律若有八难，此律的三十六卷当中说，若有八难，所谓八难在这里啊，王、贼、水、火、病、人、非人，这个人不是一般人，也必须有冤仇的啊，非人、恶虫，就是有伤害人的。这样的难，或大众
极大众极，极前面加个难字，大或大众难极，船座少，多病，天余，斗争，说戒业酒，如是等缘，皆听律，有这样的缘听列说戒。说戒师当量难缘远近，观时早晚，看见那个难缘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。难若缘，则为说，说伤偏矣，伤偏矣。他这个直接伤偏矣，这个按照形式抄的文应该说什么呢？应该应为说，这为说三十九十矣。三十九十矣，到三十和九十矣，你们怎么加呢？加三字底下加个十字，再加个九十，住在旁边。余则列阙，余则列阙就可以。列略不是有列曲列阙吗？列曲还记得吧？列曲有曲，每一篇这个前面那个题目哈，比如说四波罗夷法，你中是八波罗夷法，能中是这个十三僧伽婆舍沙法，那么你中是十七僧伽婆舍沙法，这样啊。却就是直接讲生长文，看你难缘远近了，送到哪里，底下都全部生长文就完了。落底下加个难字，落难尽，疾下面加个老字，疾老病，寒热等缘，当为说续矣，余则贬列就可以啊。如果难尽了，病老病的特别多，他做不了，天又很冷或者天很热的情形，开列说。银河略耶？说戒细语问清净净应言。说戒细问，戒细说完了，那么问一下清净。诸大子是八波罗夷法生长文，乃至诸大子是七灭增法生长文。看你念到哪里，后面就略掉了意思。因为略有列举啊，列举列举取篇目八篇。比丘是八篇，尼众是七篇，尼众没有二不定法。那列阙就是随篇的种类，下面说生长文，列去借条就完了。以下必须管说，以下必须管说，就是这个在行抄支持记当中的是一卷啊，四十二页里面有啊。七灭增法以后，如果算到七灭增法以后，下面就全部要说完的意思。若难处置，就突然到了，据说续云余者生长文，若续不得说者，应云某日不杀说戒时。众生这个生是生生众的生，各自生口意，各正生口意，谨慎莫犯意，这样就完了。若众生善能移众者，说众主啊，若众主善移众者呢，每至盛夏盛冬，恐生老弱犯寒热者，当为列说，就特别热特别冷的情形，那么要众主要看情分，因为我们现在不至于那么热，也是不至于那么冷，而且都在屋里啊，不在露天。平淡极深时，就是早晨一起来，极深时为挪白说戒日，天时甚热大寒，恐生疲弊，大众一个早集，当为略说，勿假托因言，自身厌怠。若
作如是秉众一名上一大众，心无忧悔，就提前告诉大家今天有特殊情形的，比如说这个特大台风要来了怎么办呢，要告诉大家今天恐怕这个说界有影响啊等等，我们这里最多是这样啊，这种种灾难或者大家将来住在哪个地方有特殊的情形，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办法。五分十八卷说，欲作结魔身不可合，当以说界前作。他通常做其他的结魔呢要在说界前作，说界大家必须要在那里听啊，等一下说完界大家走了怎么办呢，就结魔法做不成。以说界是正字啊，身不敢散，这就讲的比较白。次名下面就讲的别人法，下面是众生法，下面是别人法。若随所住处二人以上，至说界二人以上，一人是指一人，二人以上就是指的是三人，二人三人，四人就是属于众法了。说界日呢，凡少傻处所具菩萨调度一如闲事，那布置香摊啊等等酬要一样的布置，待客你来。若四人以上继续管说，四人以上的管说，二三人以下各相向说，各相向说，大子一心念今生十五日说戒，我比丘尼某甲清净三说，这就是二三人的说法。若对二尼三人，二尼应云二子一心念余缘同前啊。说对两其他两个人应该这样，若一人的应云今生十五日说戒，我比丘尼某甲清净，大声也是准词。好，我们这个说戒完了，这我们等于复习一下，跟行事抄做了一些比对，它有很多不足之处，如果具体操作我们必须要按照行事抄这一问才能够连接得善。好，愿意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毒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